真冲浪，在海岸边挑战刺激极限。水中炫技，利用海风借力使力，还能自体翻转，不需要发电动力，靠的是风筝拉力将人往前拖行。云林三条轮海水浴场有着国境直溪美名，风场条件得天独厚。由于地处北回归线上缘，加上有黑潮洋流经过，就算是冬天水温温暖，全年有250天可供风筝冲浪使用，亚洲唯一。刺激水上活动不止男性，还有女机师穿着比基尼来朝圣。啊，越直你的头越不会乱跑。然后你人要站在板子的中间。各式各样水上活动要求必须戴头盔、合格救生衣及浮力挂钩衣。另外，现场配置至少一名合格救生员，设置急救站。是有一个内湾的地形，然后它可以跟外面的浪做一个阻挡，形成一个天然的平水区。三条轮海水浴场是国家合可水域，但玩水上活动难免发生意外。除了现场急救站，距离最近医院大约20分钟车程，注意安全措施才能安心拥抱阳光海浪。记者廖文斌、林世信、吴鹏新云林报道。